师傅好，师傅新年好。谢谢。师傅，师傅给您拜个早年。谢谢。祝师傅2020年，鼠年身体健康，弘法顺利，能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也请师傅加持我们，海外的弟子能够学佛精进，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能帮助您一起弘法，也一切顺利。感恩师傅。好，谢谢。师傅，请您开示我几句吧。你呀。首先嘛，就是对人生不要抱有太大的这种幻想，因为你这个人呢，要么就是幻想，要么就是非常失落，这个心情主宰着你的一生，会让你颓废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吗？我讲话听懂了啊。不要人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，蹲下去蚂蚁一大片，一会儿嘛，这个世界为你做的，一会儿嘛，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伤害你？听懂吗？明白了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是，听懂了。一定要好好的努力。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吗？好念些什么方面的经可以改变？好好念心经，男女的感情问题要控制好。好。听得懂吗？我跟你讲的话，你好好听好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有的时候人生无常啊，没有必要去坚持的事情不要去坚持。明白了吗？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傅，感恩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没什么特别问题了。好好，没事了。感恩师傅，祝师傅再给您最后拜个早年。好好的改毛病，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，好了，再见，记住了，从心理学上来讲，欲言又止，那就是自己心中藏着很多的烦恼，明白了吗？